Okay. So it's time to begin. 好，我能说我的确是离开了很久，其实是因为考试的关系，还有些其他的事情，然后就是一些无聊鸟事啊，造成我必须要离开。但是我现在又没事了，所以我现在又回来了。没错，所以好呢。然后我回来之后，发现到我的订阅人数居然一百人，基本不要那么快乐，我知道。当然不是说自己订阅人数变低，我比较快乐啦，当然没有这样。好，总之我现在重新回来，然后我以后会玩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了，看我以后有没有时间啦。不过这一次考完就是考，就是寒假了。寒假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应该要多出去。不然我声音太低了，所以好，是我拍这部影片就是要告诉各位，我回来了。这种声音的至少十天吧。有点久了，的确是蛮想的，所以好，我回来了。但是我要先跟各位说一下，就是说 SMBX 我有玩机遇，就比较低了，因为某个家伙的关系，让我们能再继续拍一下 SMBX， 所以好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拍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当然是看我自己喜欢喽。当然，是每次都玩那种温馨的游戏，对不对？可能会玩 Half Life， 我不知道。啊，就是有时间自己玩。啊，今天有呢。订阅人数已经够，虽然我都不好意思。如果你觉得我知道的话，就有鬼了，因为我真的没有不知道。哎呦啊，爽！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谁订阅的，就算自己去看也懒得看。总之有人订阅我就看他那样。到底是哪一国人呢？是谁呢？我倒是不知道，因为我是没有在特别想过的人，所以好哦，解不了，气了，咔哦，好，知道大家会觉得今天。接下来考试终于要结束了，我真的很讨厌考试。等明天考完之后，我就会继续录片了。啊，明天是考试要结束哦。